啊，那是拼图啊！啊，两组，三组拼图，我们来拼拼看，它会拼出什么样的拼图？哎，拼成一个汉堡。这边三个，一人一组吗？一人一组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好啊。那这个这边本来是有谁？这边有谁？这边两个。哦，这是什么的拼图？那这边就是三个一起。那你们两个一起拼，看可以拼出什么东西来呢？你一起。对啊，一起。对啊。你们两个一起拼。对。一起拼，看可以拼出什么？要合作。对，打开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可以吃吗？找一样的颜色。好，找一样的颜色。好，先拼呢。哦，这是哪里？这个是这里吗？好。哎，好像有一点点眉目出来喽。薯条，这个也是薯条，是不是？我们先来拼。好。我们今天参加的是小麦麦。小麦麦。小麦麦。我们先把小麦麦拼出来，好不好？小麦麦。那个字要跟字放在一起，字要跟字放在一起。来，先碰在桌面上，你看可以好。来这里，这里要。加油！你们两个人要合作哦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让他们自己来。哦。哎，对，您给他拼，没关系。不对，我们可以再用。这个呢是哪里？一样，哎，一样，这个可以装哪里嘞？没关系，我们对，嘿，我们。